记忆的商机，么么哒。大家好，我是格子，我现在有点这个创作灵感，那咱就即兴创作一首钢琴曲给大家听，好不好？叮叮叮，来，那咱们马上开始。即兴创作完毕啊，大家觉得好听吗？喜欢的话可以关注格子啊，格子这个一有灵感啊就会即兴创作这个钢琴曲啊。好，那这期的 vlog 呢就到此为止，拜拜。